主料：瘦肉200克，香干200克，青椒一个。辅料：淀粉、料酒、大蒜1/2个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青椒、瘦肉、香干洗净备用。瘦肉切成丝，肉丝用料酒、淀粉稍稍腌制一克。青椒切丝备用，香干切丝备用。油锅大蒜爆香，肉丝倒入锅内炒到变色成出。青椒倒入油锅稍微炒一下，将香干倒入肉丝，加入调料炒熟，最后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用淀粉和料酒腌制肉，是为了提升肉的嫩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。